是希望说有字，你找一个字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再找一个人，好，把这个字跟这个人加一个背景，好，背景的话就渐层，做出像这样子，OK，哦，背后渐层，背后有没有？之前我们上个礼拜教的嘛，有没有？渐层色嘛，OK，还记得吧？哦，就这样可以了，一二三，三个东西，哦，是希望看到的。所以最后的话，你就交这张图给我就可以了。好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今天会给各位一些时间练习。好，OK，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把什么后面这个新年快乐把它完成。那这个新年快乐就是加字啦，有点像加春联哦。所以你们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再弄个春联？如果你有文采的话，自己在上面加两行字，甚至上面还有在横幅是什么？OK，好，比如说你可以。针对那个诗人做一些这个评论，有没有？如果你有文采的话，可以加一点没关系。啊，这里的话，假设我们要做一个新年快乐，这里，啊，题目的话，他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大家来看一下。第一个的话，题目是希望说哈，请自行建立一个新的图档啊，所以特别重要是要新图档，大小的话是28×28，然后这边有颜色哦，那其实就是填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？第一个。然后再旋转缩小35%，再复制4个 ，OK， 哦，类似像我们刚刚看到有4个哈，那所以首先的话怎么做？一，我们先开一个新的图档，然后大小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存档，所以名称可以不用取没关系。记得一，请你改成像素，宽的话是28，高的话也是28哦，所以记得28×28，那其他不需要去变更。或者是说你这边可以改，等一下再填颜色哦，28×2按确定。好，第一个啊这么小 ，Ctrl 加好放大。第二个的话填颜色，填什么颜色？编辑填满，好，把它填什么颜？那填的颜色，请你点选上面的内容，使用什么呢？前景色或者点那个颜色好了。这个时候颜色要点什么颜色？其实这个题目有跟我们讲哦，颜色要是237。2836，所以你把237，哦，这边有237，然后再来多少呢？2836，把它填上去了就对了。OK 哈，好，按确定，就是编辑填满颜色，然后颜色的话呢就加上去，那我们按确定，颜色就过来了。OK 哈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是需要把它放在 102A 这个哦，而且要4个啦，所以它好像要我们这样，再把这个把它放到这边，啊，怎么把它放过去啊？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全选 ，Ctrl A， 有没有 ？Ctrl A 就全选嘛。那移过去的话，有个最简单的方法，当然你可以复制图层过去啦，或另外一招 Ctrl C。哦，两个方法了，你可以复制图层过去，或者 Ctrl A，Ctrl C， 对不对哈？然后再到这边做什么？哎 ，Ctrl V， 哎，怎么会是苏东坡啊？等下再改一下，贴上哈，这是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哈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一个方块啊，这个等一下我再啊，没有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啦，那我把这个这两个这个把它删掉了，啊，这个只是刚刚做的删掉 ，OK 哈。好，那我们就会有这一块，但是呢，它需要4个。不过在4个之前，他说，要把它转换方向，转什么？45度，先缩小85%，再转45度，再复制4个。OK， 所以其实有3个步骤哦。第一步的话就是，那怎么把它缩小？还记得吧 ？Ctrl T 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，Ctrl T 太常用了。那缩小85%的话，一，请你把那个这个锁先锁起来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维持的话，变你要打2次。那这个 W 是宽，哦，宽的话是85，所以你就这边输入85。那你会发现这边也是85，这边也85，因为把它锁起来，两边这个是高了哈，哦。好，第一步打勾，第二步旋转45度，你就 Ctrl T 再次。那旋转的话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几度？有没有？你就输入到45，这样就45了。OK 哈，哦，知道这个 Ctrl T 哦。刚刚是先锁起来，然后85。第二次的话呢，是在这边输入45，一样打勾。OK， 我们打勾45了。
那因为要四个，所以四个的话，我是建议啊，这个图层叫做01好了，好，然后我建议是把它放在最上层，为什么？因为到时候不会被宋春盖到。然后第二个的话，就按右键把它复制图层，这个叫02好了，因为要总共有四个，所以你就分别01，哎啊02贴过来，因为位置一样，所以你把它移动，记得用什么移动工具，哦，把它往下拉，然后再把它复制。再复制一个图形，这个什么03，好，然后再把它往下移动 ，OK， 然后呢再按右键再复制一个图形，这个就04，好，然后再往下移动，哎，这样就一串 ，OK， 好，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那请各位试一下哦，我再把重点回一，先开一个新档，哦，然后28×28按确定，然后 Ctrl+A，Ctrl+C。Ctrl+V 贴过来，然后再变形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。好累。